小满，对象嘛，来这里，来，拿过去，小满炒菜用上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谢谢。爷爷，这不是小满对象啊，哎，把那菜拿来，回去吃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拿不下了，我拿不了了。拿你，拿你。好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谢谢阿姨，谢谢。这庄小满在村里人气这么高吗？ 太可怕了，得赶紧离开这个怪地方。小李，谁给你这么多东西啊？是啊，这个刚才乡亲们给的。哎呦，给这么多！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哎呀，这么多！哎，那我拿着。好好好。哎呦，好新鲜呢。哎呀，快坐下吃。哎，小李。 昨晚没睡好啊！你这黑眼圈像是被人揍了一拳似的。你这也吃太少了吧？这都不错了，昨天不是嫌弃不卫生，一点没吃吗？小满，怎么说话？一日之计在于晨，早餐最好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又清淡的食物。叔叔阿姨，今天这顿早饭，你们的卡路里超标了。 你不是也要吃吗？多吃点啊！大哥，这是茶叶蛋哈、哦，你小心眼睛变成五香味的，还以为大少爷肯吃饭了。林总，董事长这两天有点忙不过来了，有些事情他让你处理一下。哎，小满。 又要翻土，又要撒种的，最好呀，有人能帮你。你想让谁帮我？啊？我现在没空，你让他们来大东村找我。什么意思啊？让我去干农活？你别看我不是我说的。放心吧，我陪他去。好好好，快吃。突然这么好了？我主打一个陪伴。